请问你们还缺队友吗？我们就两个人，想找人组个队。不好意思啊，他说不行。这太巧了，就缺两个。那太好了，我们一队吧。啊，咱一队。顾董，别聊了，来抽签。哎，欣怡，你之前玩过这个游戏吗？没有。我带你玩。好。嗯。嗯。谢谢。你们俩抽到的是红的。啊！好巧，那我们三个是一对啊，和一起。那我们也准备换衣服，开始吧。小俊男，我谢谢你啊，刚才是红色的呢。 好啊，这真是不错。哎，我帮你试一下那个枪准不准备？好啊。有震感哎。好酷啊，这个东西，你试一下。好啊，那我打你吗？可以让你打我。走。哎，来打我。打你干嘛？打我。你喜欢自残是吧？ 哎，你居然敢打着我了！预备，开始！朱正，去对面。我脚！哎！ 你们队除了岳千灵都是新手，两边实力不匹配，咱俩换一下吧。